自牧守中县，刘子轩下移，灵犀面灭逢，日恐迟迟归，屈原塞扫兴，报得三春晖。哇塞，你怎么跟那说唱歌手一样？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，啊，这什么？这是来打人的，来小弟呀、啊！哎呦天！第一句是什么？第一句是慈母手中线。是什么意思？慈母是什么？慈母就是妈妈。然后呢？手中线呢？手中线就是雷锋衣服。下一句是什么？下一句就是，哎，把孩子回来太阳晚了。什么？就害怕孩子回来太晚了。下一句是什么？你先把下一句先念一遍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先移，灵犀面灭逢。别急，别急。第二句是什么？游子什么？游子吟。不是，我没问你题目，我问你第二句是什么？慈母手中线。每次都得从头来一遍啊。行了行了，那你来吧。第二句是什么？我有就是游子身上衣。这好，打住。游子身上衣是吧？嗯。游子是什么？游子就是妈妈。啊？游子就是妈妈。慈母是妈妈，游子还是妈妈？那就是小孩。小孩。嗯。游子身上衣。就身上的衣服，对吧？嗯。然后呢，下一句是什么？灵犀密密缝。临行。灵犀密密缝，一恐迟迟归。现在扫兴。别！先别急，一句一句来。临行密密缝，临行是什么意思啊？临行就是去旅行了。他要去旅行了。嗯。就是临在他旅行之前呢，密密缝是什么意思？密密缝就给他缝衣服。这缝衣服。然后呢？缝衣服，然后下一句是什么？你给我站住！你别捣乱！你给我站住！